耶稣交代咱，这个以马内利上帝交代咱，这个有所有世上所有官兵的上帝交代咱，你得去做伊的军队长。昨有一个人坐直升机摔落去，恁知影无？你嘛拢捌迄个人，我唔知伊捌咱无，我捌伊，伊捌我吼。一个咧拍咱四年前，咱有做迄个算叫做看见台湾有无？看见台湾这个影片，啊，伊就是齐柏林，啊，伊坐伫飞机顶吼，啊，就去翕相，翕，互咱看见台湾有足水的，下只伊就，啊，互咱感觉讲，哈，咱常常咧话讲爱台湾，爱台湾，你看见足水的报道。啊，然后伊个互恁看见讲，你看，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叫人偷乌、偷做酒啊、偷啥个，啊，这个污染，你看这条溪是乌的，啊，看看了后，咱重新底下政府开始底下咧重新咧用环保，啊是再直接再法规重新咧改。昨伊咧拍，看见台湾第二出，前一天讲贵家回讲了后，昨啊就坐飞机。阿基要去，用机载落去。我做唔甘。那哈你看到一个安尼真尼疼台湾的人，阿伊用真伊的伊，予咱用无同款的角度咧看台湾的，予咱去疼台湾，我做唔甘。不过我想起到底咱几年前，咱而家嘛有咧放一出即个纪录片。啊！大家看，有一人老公讲：“好，牧师，好，我真正看见好，头一届我头一看见台湾这么水啦！”啊，伊都啉迄个啥，迄个 Coke， 迄阵个啉了吼，啊，迄罐啊吼，理论上应该爱去做 recycle 的，啊，还有一个 trash can 啦吼，伊好，我咱应该啊，好，我唔知我台湾真水，咱应该好好安尼去听台湾，伊啉了吼，懂啊，点落去。爱沉落去的时阵，我心中沉落去，因为哪，我相信伊是这齐柏林的粉丝，但是伊不是齐柏林的 follower 跟随者。我想今仔耶稣嘛，要同咱讲讲，我已经有太侪粉丝，太侪人咧研究我。不管是用外文系，不管是什么款的系，不管是其他的宗教人士，嘛是拢咧谈卦，那是我的粉丝。但是今日我需要的是较侪的 followers， 军队外人。兄弟们，这是耶稣给咱的大使命。耶稣给咱的大使命。不过，我牧师的题目叫做。最后的叮咛啦吼，啊，英语叫做 the last word。我后来想想咧讲，耶稣无讲起到 the last word。那 last word 讲了的时候，咱该放一个 period， 是不是？我讲话讲了啊，是吧？今日耶稣这个 last word 的时候，思想是放一个 comma。我即个你我。咱拢继续爱透过咱的生活、咱的行为来活出上帝的话，互人看见耶稣，互人看见上帝，互人体会到上帝听，互人以后爱讲，只有基督徒，我嘛要来做基督徒，我嘛要就像你安尼来做门徒。现在卖，咱愿意接受这款的挑战无？耶稣无有 last word。是伫迄个 last word 伫咱的心中，透过咱活出上帝未来，予人那看见台湾，嘛予人看见上帝，同时嘛祈祷。